我亲自来考察两次，对这个光谷附近的这些创新公司，非常欣赏，就是他们的一些创新的产品解决方案，人才的这个吸引，以及呢就是说这个投资环境，我们认为在这里可以生长出很多新的产品线。对于武汉而言的话呢，应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春天，迎来了这样的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，把它的新的这个全资的子公司，率先的在疫后重振的武汉能够设立，我觉得对武汉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提振信心的一个重要的举措。进一步的发挥店小二的精神，不断的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，以最便捷的服务为企业在中国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提供最优的服务。